四星官今天。你还是先打这个吧。来个两星官是吧？要不然过不了。四星官我还是觉得没有信心的。我也没有。嗯，四星官不过我们有那种创作家的那种。还是有希望的。哎呀，捡个蘑菇再说吧。走得好慢呐、啊，进门，一上来就进门了。哎妈！哦，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哎，传说中的自杀鱼。哦，但是他们似乎很笨的，总也冲不着我。你看，是不是啊？你被蛇方块给急死了。还有这种死法？有，非常有。保护好蛇方块。可是他被冲了也没事啊，谁保护谁啊，他比我硬啊。我一下被挤死了他没事。到底是谁保护谁？你看我只要一直往前走他们就冲不着我，他们很笨是吧，他们很笨。这就是传说中的自杀鱼啊，要死了。可是蛇方块没了，这不还有一条吗？哦哦，看不下去了。我懂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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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懂了。我以为第一条蛇方块没了，我们就输了呢。我理解错了，雷吉，不要出来，能不能永久把它关掉？他在侮辱你。我知道，我一开始以为这条……哎，我知道了，那条你得先上去把它启动了，然后下来，要不然的话那边它是……哎，待会儿你看了就知道了。我知道那边他是走不了的，是吧？对，你得把它启动了，然后下来。我以为是跳，结果是游泳。游泳得一直摁，是吧？要下来！这谁保护谁？你看蛇方块多给力啊！这鱼是怎么回事？这鱼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啊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跟着走啊！哪来的？哪来的？这儿来的。横着还能出来？能。往上还能出的，我之前试过，哎，不是试过，看别人视频玩过，还能往上，还能横着，还能往左，还能往右。哎呀妈呀，上来死了。我不喜欢游泳，不要让我游泳。捡了那个蘑菇，续条命。你倒是捡呢！哎呀，我天，太惊悚了！哎呀，哎呀，我不喜欢游泳。那些鱼随时都有可能冲过来。对，在我没说准备好的时候，你得躲它，你得躲它，惨死了！我呢？你被漏下去了，你来不？我怎么可能打得过？你都打不过。可以了，最后一条命了，最后一条命就是我迎来大爆发的时刻，大爆发了啊！嗯，这个地方只要一直走，他们就撞不到我，所以完全不用担心，连游都不用游。看到没？我们每一条命都有进步，这就是厉害的地方。你看看，每一条命都有小小的进步啊！哎呀，哎呀，你看看，现在就是那个大块头了，是吧？这个东西可能你也在他这边躲，哎，但是这边有他，这边也有他呀！哎呀妈呀！没事没事没事，我还活着，我趁无敌冲过来的，人家把你弹上去了。这关不太明白怎么过呀？对呀、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用零件把那块石头给封住。非常有道理，快堵啊，堵它，堵它！上面还会有的，慢慢堵啊！哎哎哎！你要把那边炮也堵上呀，炮也堵上。这他就过不来了，一块就行。对。Let's go。 哎呀，
方块。我最后一条命，我得蓝色方块更快。我先看看是怎么个意思啊，这个玩意儿要冲出来。嗯。停停，不要冲出来，他没冲出来。哎妈，他还把那方块顶碎。他好厉害啊，他给那个撞碎了。我天，我天，这你也得疯啊。安全第一，谁也别想出来，都给我在那老师待着。这你也封上一块啊，要不然他出、哎、他还是出来了。这玩意貌似能穿墙啊，那个鱼。这关好难呐、啊、不过我已经找到技巧了。这就是我们直播间一贯的特点。走了。哎，我跑得太快。据说你要把炮也堵上。顺便把他也给堵了吧。他给他打回去了，把他堵上。他刚要撞到你的一瞬间，没有办法，就是这么强大。这个是快速蛇，这个是能把砖块顶碎的东西。嗯，我被急死了。怎么会有这种事？这地方我不能被夹死啊！我得快点，快点往下走，快点往下走，不能被夹死，然后还得赶紧堵。哎，不会，这个会被撞开的。你堵厚点。对，堵两层。堵三层。还想撞开？别想，他累死了。这忘堵了。他下来一点了，他已经，所以你就堵不上了。哎，在这儿堵一块不行吗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。啊！哎妈！妈呀，这边好多！这边好多！这得至少得来这些。来，我们上。你这边还有一个。这个你都过来了。蛇呢？蛇掉了。过关。过关。哦耶！过关了。算过关了吧？算吧。蛇没跟过来，没事吧？事不是我保护他，是他保护我。赢了。赢了。哇，太不容易了这关。